亚历山大三世桥，它的现代风格极富魅力，金属桥身装饰着1900年的石雕和青铜雕塑，它是为纪念法俄结盟而建造的。보시는다리는알렉산드르3세다리인데돌과청동조각물로장식된철물구조로모던스타일의매력을보여주고있습니다1900년완공되었으며프랑스러시아동맹에받쳐진것입니다 À Fribourg, place de la Nappe des Invalides marque le début du